世界在变，寻找生活中的智慧和快乐不变。换一种心情，就在快乐驿站。今天我们都从炊事班赶来，也没有准备什么节目，要不然给大家一人发一个盒饭，要不我一人给大家点咸菜，要不然我给大家熬一锅粥啊，要不要？那我是大个了，我就给大家剥个葱炒个蒜，要不咱们就喝两盅。要不我给大家一人发一窝头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怎么说着吃的上来了，也没有谁有好节目。哎，我看班长啊，为啥我一直在练呢？我先练那架子鼓，给你练练。好，来，咚咚当，咚咚当，咚咚咚咚咚当，咚咚咚咚当，咚咚咚咚咚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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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。停，小佳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架子鼓啊？哦，我这切菜呀。什么？班长，我看我们继续来个。山东快书怎么样？好，不错。当你个当，当你个当，当你个当，你个当，你个当，当你个当，当你个当，当你个当，你个当，你个当，当你个当。说词儿，我不会打板，不会说词儿。哎呀，不行，怎么？你有什么节目？我明白骗班长，我是咱们班的小学生。我给你来一个。来。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，像妹妹心中唱着一首甜甜的歌，像快秀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快秀双截棍，哼哼哈嘿。哎，班长啊，那什么，那我再来一个那个二人转吧。这里还是新年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啊，健康五枚导弹呐、啊，身披霞光一片呐、啊。唱啊唱啊！不能再唱了，再唱，潘长江没饭吃了。小何，班长，嗯，我准备咱们弄一个乐队，好，所有人都参加，太好了，来一个萨克斯独奏。独奏啊！我一人吹。我们呢？你们在下面拿小旗儿。行，那就不让下去。啊，这些都太民间了，太通俗了。嗯、对，我们这回整一个高雅一点的，好不好？什么高雅？什么高雅的？歌剧。嗯，这样。太有心了，歌剧。没事。一个歌剧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。不会。歌剧。群龙无首怎么能行啊？乱唱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老洪家啊，不光出班长，还出歌手。对，我们老洪家的著名歌手又来辅导，记得是哪一个吗？谁呀？洪万山。万山谁？不认识。没听说过这个著名。我听说过。有请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洪万山。你好，炊事班的朋友们，听说你们要表演节目了。对，你们要表演什么？歌剧。歌剧。对。好，那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？不用。那我来干什么？学习，跟我们说。深造。老师们，你们好。那我想知道，老师们知道什么外国歌剧？蝴蝶夫人、图兰朵啊，就是打戏啊，不，没事。比面人也叫艺术家的生涯，可以啊。他们，
啊，不错呀，茶花女。哎呀，看出知识面来了啊。那么我想知道，你们光会说还不行啊，你们会唱吗？会呀。那唱一个呀，听听呀。啊，切菜的啊，平常干活的时候我老唱歌剧，我给你唱点听听啊。哦，好。来吧，我们大家来切菜，切完菜之后我们腌咸菜，切菜，我们切菜切菜，切菜切菜切菜。你别切菜了，你歇菜吧。什么呀？你是切切了，你看老离不开吃。老师看我的哈。我来一个著名歌剧《阿丽达》呀，阿丽达同志知道吧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斗牛的勇士们快快来，你要斗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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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斗牛唱的也棒，叫的也棒，不过那不是阿丽达，那是他们。我的娘了，我知道歌剧太多了，串了。这么多人呢，那怎么打这了？还是来咱们老洪家的吗？哦，洪家还有红红戏尾队，对，是洪家的。赵天哥，红红水，浪打浪。呀，好极了，来一段。洪湖水呀，浪呀嘛浪打浪啊，洪湖啊啊啊。调起高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调起太高了，我们都去了。那不赖你，那是女生歌，你唱不了。我唱得非常好，就是体型好。那什么，我是买菜的，我主要是把我这个特点都展现出来，发挥。对，好。噔哒滴滴哒噔，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，街上我真会了二斤。杨白劳卖菜去了。哥，现在就差弦儿了，那要不万老师你咱俩找老师啥弦儿啊？人万老师是金子。对呀，金子。我可爱看了。万老师，我还会唱呢，我给你唱两句啊。会唱，会会会，听我的。哇。我的胡子哥，我的胡子哥，你们唱的比我棒，是吧？我今天看到了炊事班里面的真正的歌剧演员。哎，听说你们炊事班也有一首歌？对，我们一首《炊事兵之歌》。那给我们唱来听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音乐，明白。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。